大家好，我是金菊。今天我准备做一个老少皆宜的菜啊，两头豆腐打酱。豆腐我们过一下水。妈，你来了。你早上打起来，我落也落不到你。嘿，小的撒出来啊，不错。豆腐啊，我觉得是个好东西，老的少的，有病的没病的都能吃啊。不像有些菜，它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吃。这个菜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。今天我把这两头豆腐啊，要做一个下饭菜。本来豆腐是不下饭的啊，改变一下炒法。配料很有关系的，看来这一锅豆腐要两次煎吧，这么大一个锅都觉得小了。撒油，这油好像不要钱的，我炒油还炒两顿了，一年吃一百多斤油啊，能晒点人啊。煎豆腐是关键啊。要不然豆腐全碎了的话就不行了，煎碎了就变成豆腐渣了。你再来炸水一下啊？不然你想跟我们走啊？没啊？哦，你搞炖一下是吧？嗯。来点。你也可以再去炸水一下。苹果，苹果。炸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煎黑了吗？不也行。一心不能二用啊。也可以一面煎黄，一面不用煎黄啊。嗯。但是我两面煎黄一点的。先给它盛出，油不用盛出啊，还有一锅，继续。豆腐里面有这个万能的剁椒，我们就别的配料就不用放了。这个葱，剁椒里面有一点姜丝啊，什么都有啊。也放豆腐的，剁辣椒，回锅生姜，稍微一点点水。加一点点的盐，鸡精，盖锅。好嘞，我的酸酸辣辣了。哎，炒饭了！我妈每次都让我炒饭，不给我。放一块酸辣子，
要得的。你好，还吃啥白肉吗？你茶都给我凉过来。你还等他妈真的？奶奶才吃。好了，吃晚饭了啊。豆腐红红的，那老祖啊第一次吃，他好吃，老吃，好吃的。嗯。做饭去了。嗯。妈，你这和陈老师吃啊？我都是和陈老师有些。么东西嘛，都是炒过来以后再修的。搁葱啊，要搁进去。那搁进去老火呀！太老了就蛮好了。还有剩下的。当然把骨擦掉先。要得。耶、yeah, ，你加味了？嗯，好的。茶好吃啊？我喜欢吃些喝上茶。你蛋粉也是好吃啊。是好吃。没吃完。喝清茶啊，喝汤呢。这里没有卤水。哎呀，你们还差不多。哼哼。长他的也没一样，长他的你反正吃不得不多好钱。哎，生活的长不长？不是冬天的茶，是吧？嗯。那不是，天气热和的是长不差。对。长不差的。嗯。嗯，好啊，你要豆腐吧？那。那吃的。嗯。我吃吧。来吃的不是？我吃不消。小清晰啊，今天我是全是啊给我妈俩吃和尚菜，好吃吗？我妈其实她特别喜欢吃蔬菜，每次煮饭基本上每一顿都有那个蔬菜，看到我这里没有啊，其实她楼上她就炒的有了啊，蔬菜就是她一个人的份，我是吃的很少，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吃蔬菜，不管我吃火锅啊一定要蔬菜。